女厨房，食咗先点讲，食咗先点讲，食咗先点讲。大家好，我是三号的 Annie 罗安妮。因为我之前答应过一个朋友生日的时候，我正在做 cake， 我又不懂烘的，那我就学了这个 Oreo cheesecake 了。因为它方便，就很简单就可以完成啦，再加上我个人很喜欢吃的就是 Oreo cheesecake， 所以我就学了这一道菜了，希望大家会喜欢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四号的秀苏诗慧。今天我做的呢，就是这个 okonomiyaki 大阪烧。因为平时呢，我很爱吃日本餐，所以今天呢，我特地自我挑战的做这个大阪烧。因为平时呢，我都很少下厨的。可是你们放心哦，因为我已经试过了，是安全的。咁而家我嚟到三号佳丽 Annie 同埋四号嘅 Show， 佢哋会争夺美女厨神嘅呢个位置啊！同样嘢都系要为阿曾耀祖食嘢啦！今日真系大把口福啊！我闻到啲好香嘅嗰啲日本嘅嗱，我唔系讲你哋好小气噶，你只系赞日本嘅系咪？另外一个冇赞，冇人行咗去。然之后我又 feel 到话呢边嘅呢个甜品好似，好，其实好食。记错咗咩？咁啊，听到我攞气音讲嘢咯喎，好嚟啊食啊，好，大胆啲，俾佢大胆啲啊，大胆啲，佢忘记咗我日本嘅，大胆啲，嚟执佢，再执佢，唔，哇呢、這个就趴到啊，劲，因为我好中意食甜品嘅，我真系好中意食甜品嘅，然之后先讲个口感，唔会太辣，即系唔会太过松软啦，又唔会太过硬，好啦。食完甜之後，你買水真係買得好樣衰嘅。食完甜之後，我通常都想食啲鹹嘅嘢嘅。哇，好似麻醬 yes 咁樣喎。大白霜啲咁嘅嘢好難整啊，通常咧好容易咪整到嗰啲粉團體嘅黐黐淋淋咁樣嘅。哇！呢個好難揀啊！哇！因為兩個唔同類型嘅嘢嚟㗎，二選一。有冇打平㗎？打平啊！你可以打平啊，但係網友就唔可以打平。係咯，咁我選擇打平啊！真係呢個好難揀啊！真係。係，所以你打平啊！網友你哋又點睇咧？到底你認為三號佳麗 Annie 或者係四號佳麗 Show 邊一位嘅食物打動你？你覺得好想娶佢翻屋企嘅咧？馬上 comment。